我生活中如果要谈恋爱，就是特别特别爱吃醋。所以有没有觉得自己现在是醋王的？醋王。还没有，今天的情敌都穿得非常的帅，压力比较大。今天很骗人家的妆造，对，他今天很韩范儿，今天很帅的，也是情敌之一。东旭，你的真实身高是？我净身高。Kau takkan pernah terganti Pandanglah bintang berhijab Kau tak pernah tersembunyi Dimana engkau berada Di sana cintaku Walau ke ujung dunia Pasti akan kuMeski ketujuh samudra Pasti ku kan menunggu Karena ku yakin Kau hanya untukku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段嘉许，是桑稚的哥哥，哥哥 ，and 男朋友。这么会说梅花糖，应该不是第一次做。当然了，那给谁做？爸爸吗？那给谁做？你说过啊？这块是他。男的女的，男的，果然还是男人了解男人，他说过这种台词。他说你旁边坐的同事是男的还是女的？对啊，这个不是第一个应该关心的问题。你看，啥关心你工作累不累？男人懂男人啊，还是累不累？我关心你这个男的女的，其他不重要。你旁边的同事坐的是男的是女的？他只关心的是这个。你没有过来跟你打招呼吧？加微信吗？为什么我磕到了？磕到了，磕到了，那种身高差，好喜欢。哪儿磕到了？跟朋友喜欢上同一个人，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退让？对，应该有一个选择是绝不退让啊。坑！哎呦，你的朋友知道了跟你喜欢同一个人了，然后你就放弃了。你朋友知道了。他知道不应该是他放弃吗？为什么？这才是责任的性格，绝不放弃。这样应该就是他不喜欢我的情况下，是吧？他很讨厌我的情况下，但是不喜欢我也有点难。